在白河。时候记得一定要跟上直播哈、哦，才抽得到我们太子特别加持要送给大家的虎年的新礼。新的一年，好不好？在年初就要好好的讨个吉利。对啊，我们昨天回到家已经在一点半左右了。长子歌手公路在看你，一年的最后一天在热闹度过，一年的最开始也是热闹开始，就是标准的传统，就是标准的推广传统文化。谢谢谢谢你们的信心、如果你们要赏心，记得要点我给那个置顶留言的网址买，哦，哎，就秀哎，
差了半价以上哈、哦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我现在活动啊，哦，不过如果有免费再给也没关系哈、哦，也没关系。我现在在那个白河，台南的白河，哦，两天都是在台南。没有，今天大帅哥没有下来，昨天差点有了，可是因为昨天那个地方真的是没有办法直播啊，昨天那里网络太差了。对，因为这几天玩大天台，所以手卡自动刷卡掉啊。哇，谢谢谢谢艾维新的500个星星。入庙了，入庙了。哦，我们九龙太子阵就是以传统的跳阵，跳阵的脚步哦，配上我们创新的电子舞蹈哦，流行曲。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的欣赏派对有额外拿到一些奖励，因为现在有些 FB 有举办活动啊，哦。那我们的这些额外奖励会再拿来送给哦有赏金我们的粉丝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感谢啊，感谢。因为我们在 FB 粉专串多的上面算是直播量跟一天点击率都较高，所以会有很多的活动都是试用这样，就是一些开发新功能会找我们试用。感谢粉丝朋友的支持配合。我们明天没有，明天没有，没有出阵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明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玩，好，那有可能会再开直播跟大家见面这样。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好，应该是会开直播跟大家见面。对，现场真的是会蛮有震撼力跟临场感的啊！哈，颜值颠蛮快的，因为在这神通那一那一卡进。整场都是14度这种温度，好啊，红哥做头而已，我还靠嘛，红哥头，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感受一下，不同的也算行业啦，好，不同行业的差别这样啊，哦，真的各行各业都是辛苦的啦，吼。哦，今天真正有高炸，高炸入庙。最棒了，这样最好了。哦，其实今天热闹阵容很大，因为今天做老热的。只是讲我伫做头前，所以较早入庙，较早结束安尼尔。哇，馒头大，馒头大，结束了，对，就这么快就结束了，没错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拍个照可以的，好。
等一下等你拍完时候让以昌跟大家说说话，新的一年总是要先跟大家见个面吧，能见个面聊个天是应该的吧。对啊，今天你又算下来啦，今天天气盖好，很棒，很适合热闹。不会，其实大家真的都比较辛苦啦，大家真的都比较辛苦。谢谢。我是有这走路啊，跳阵的囡仔要穿着装备，又要跳舞，又要活动，会比较辛苦。好，昨天在七股的大家也是辛苦了，大家一起在七股跨年了。我们其实现在在台湾的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有在出征啊，有看到我们真的可以来找我们拍照，没拍谁没拍谁，我们亲民的。好，因为有些地方去过一次之后，下次又再去可能就是明年，隔一年隔两年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。在现在在台南白河啊，可是我们这里等一下结束就要先离开了，好，等一下就要先离开了。开水哦。哦，昨天来找我们的人真的很多哈，还特别买东西给我们大帅哥。记得好不好？过年的时候哈，农历过年的时阵，好不好？直播一定要看，我们真的会有很多线上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，东西免钱，好不好？东西免钱，好，一定要准时收看。好了。我们现在也是都基本上蛮每个月都已经有了啦，我在今年的话什么时候在发抖音，其实很少现在在发抖音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自己在开发 APP 以及一些社群媒体的经营，真的是比较少用抖音，对，所以大家没看完可能就可以从粉专社团上好来找我们会比较好找。那你最后有没有2020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不要那么老土，又说个什么新年快乐？他是有读书的哦，不要开玩笑哦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新年要祝福我们，然后对，他其实有读书，他只是因为刚跳完舞，现在脑袋缺氧，大脑缺氧就会缺乏词汇。好啦，那如果明天我们去玩的时候再开直播，好，大家记得线上跟我们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先回家咯，拜拜。